嗨，家人们，救命啊！家人们，太吓人了。我听到就是外边有那个不知道是敲我的门还是开我的门的声音，太吓人了。主要是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出去看。但是我又带了手机，我本来打算边看剧边洗澡。哎呀，还是有点吓人的哈。对，不知道合不合理。谢谢，我好像有一些那个想你整的荧光海。哼，我去，居然还有半个小时就到1号了。因为壮壮跟他们出去去夜市了，所以我就打算开着直播，这样安全一点儿，危险，真的呀！我去，别这么说行吗？家人们，我觉得如果家人们，我觉得谢谢 Iceman 的蹦迪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即使有人进来，他可能会被我吓死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我刚染的那个是补染，然后我现在把那个袋子。就是我刚刚用那个，就是那个塑料袋儿，把头裹着，然后现在我拿下来了，放在浴室的角一角，谁懂？非常像那种那个现场。谢谢全员动力雪宝骑士版的荧光海，谢谢，我一直是你唯一的老公的巧克力，真的。真巨吓人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？真的很吓人，我很想拍一张给你们看。哎呀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不该洗了，谁懂啊？看不了啊，我现在。我现在感觉我也不太合适出去，不知道是外边的事，可是壮壮回来也需要我开门。因为壮壮没带那个，谢谢NNNNE。的玫瑰花是那个 NE 吗？我天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。我现在就是说，好久不见呀，不知道。我现在就是说，就是咱就是一个有点子啊，对，因为他没带房卡，最主要的是他刚刚。出去，谢谢奶茶，谢谢甜甜的奶茶。然后他刚刚出去，主要是你知道，壮壮刚刚出去，然后呢，他门没关好，然后那个门就在叫，然后他就回来，然后重新出去了一趟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重新关好。然后我刚刚又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但是他没有带房卡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。主要是我们这个是违建，不是，它这个门是那种玻璃门，不能上锁的那种。
隔壁房间不知道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啥也不知道，懂吗？我现在没法出去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我的衣服在外边。救命我不怕鬼，我主要是怕人。对吧？是吧？唉，怎么办呢？咋叫人呢？但是我觉得找个人来也很恐怖，你说他这也没办法，他这也没办法那什么，不是他要是来了，万一有人在里边儿，谁懂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不该洗了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在里边儿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觉得有人进来了。主要是，主要是我听到外边有声音，不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，我现在也不敢关直播。我已经重新拿了一个房卡了，但是装上出门的时候没有拿房卡。我现在多叫几个人来，我看一下，我找一下。还没接呢，打给其他成员了。行，我已经喊了君君哥哥来。君君哥哥吗？我去，太吓人了！但是我没说话。OK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不害怕了。
Hello， 嗨，听见吗？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二三四五六七。报个数，报数，报数。哦，他蓝牙没关，怪不得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了，没有人理。我们在想说怎么了，笑鼠了。我们还怀疑我说闹闹去洗澡，还把耳机带进去。真的很搞笑，抢每天一个基本想抢，笑的。我们说了半天话了，没有人理我们，笑死了。原来是蓝牙没断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和君君哥哥来陪他了。什么闹闹要去我们洗澡，这么好的事情不来？来，笑的，他不让我们进去。笑的，我们两个，他本来君君本来在我房间，我们在那里就下载游戏，准备玩游戏，然后突然之间就闹闹就说摇人了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，笑的。不客气，有福利大家一起看。有福利大家一起看。有福利大家一起看。你洗的澡，洗澡关不住的嘴。偷偷看看那个娜姐的吸粉小技巧。笑的。嗯？怎么回事儿？珍惜直播间，珍惜直播间，不要讲，知道了，你可以不用告诉你，不用说话，你可以不用说一下你的进度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受不了了，不把我们当外人，真的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是他自己邀请的哈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们也没有主动说要来。就是、主要是他自己觉得他害怕，然后他就说，就是他就一定要我们留在这。什么叫引狼入室啊？这叫做什么？这叫是信任队友。对，主打一个陪伴。我们是陪伴的，好吗？对，我们是被迫的，懂不懂？我们是代替你们陪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被迫的。我们也想打游戏。我们明明在那边打游戏玩的好好的，我们过来是被迫的。他非要看我们，他非要让我们俩。在这盯着他，你出来，我们再告诉你。你洗吧，别说话了。建议大家现在哭一个，为我们的友谊哭一个。都给我哭！都给我哭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同学，太冷了。你别过来啊！啊！什么？我过来了。妈让我过去。啊！什么？让我过去。笑死了！你不要太靠近那边哦，有镜子哦。嗯。家人来了，好冷！我去，我房间是开了什么东西？我们刚在我们房间也冻得要死。我来了，还你的直播，太好了，安全了哦！我怎么不穿睡衣出来呀？怎么不裹浴巾出来呀？怎么不裹浴巾出来啊？大家坦诚相见嘛，这有什么？一起去洗澡呀！这都你们都那个主打陪伴了，你怎么把浴巾裹在头上啊？你怎么不裹身上？就是。哎呀，就是自己人还是穿这么多衣服。果然不把我们当外人啊，啥都不穿。就是。你最好是。不，我没把你们当外人，但是我把这个酒店当外人。谁知道这哪有什么？你知道我去洗手间都是捂着脸去的。我建议你等会儿你洗完了，我就去翻个翻牌。今天你洗完了，我会洗个头，洗个澡。啊，
要不然你去我们房间坐着吧。好，你们俩你俩住一起啊？没有啊，我在，不是，我在他的隔壁，在等王子呢。对，在等王子。那我搁你们那儿就是等我一个人丢下，等我家人们，谁懂啊家人们。现在有人，他打得过我们。你这个真的很吓人。等一下我要拍一个。按摩。地上有小卡片。这正常正规的。正规的也。正规卡片。别乱说。拿卡拿走。哎，我就说地上有卡片，你管我。他们说你们俩比较危险。对呀、这个，哎，这个卡片不对劲。真的假的？按摩 SPA。给我研究一下。给我。这是，你看吧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要是立马开门，就以为你是干这个。偷塞进我舞蹈老师的房间，两毛一张。无语，谢谢之类的巧克力，对吧？北哥那个厕所太可怕了。敲自己的房门哦。哦。去你房间。要陪他洗澡是吗？主打一个陪伴。陪他洗澡。我来陪君君。我来陪君君哥哥洗澡了。北哥，快来看呀，北哥。你们房间怎么这么干净整洁，一点也不温馨？因为我们还没睡过呢。嗯，我也没睡过。你们躺过了。哎呀，我的东西没有躺。我记得，对，我要把我被占的便宜占回来。这个门可是锁不上的哟。快塞到我们老师房间。好过分，刚刚北哥把那个卡片塞到了我们舞蹈老师跟声乐老师的房间。啊！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正规。真的，这个不正规的是吗？因为我觉得它有。有句话。有一句话，不是一句话，有四个字，全程上门。哇哦！然后第一次本来是你的错，第二次本来是我的错。给他塞到。哈哈，无语啊，留我一个人在他房间了。我去给他开个门，他去塞到我们舞蹈老师跟声乐老师房间。人呢？啥意思呀？把我扔他房间，啥意思呀？啥意思呀？他走了，皮的嘞。你们睡人真好啊。恩穗老师有我们是他的福气。还上门服务的按摩多好呀！我要把这个勺子留着，万一明天我还买西瓜呢。快洗吧，我看着呢。快洗吧！能不能不要这么逼？你们刚刚也是这样的，主打一个陪伴嘛，行吗？轮到君君哥哥洗了，我来陪伴他了。哎，你哪来拖鞋？那床头那儿。我陪着你，我怕你怕，我蹲旁边陪你。不，你怕。我比较怕你。别怕行吗？我这算他。对，我要不他们叫我进去陪着，没必要吧？屁大点地方，我在隔壁等你也行。一平米的厕所，意思是大一点的，我就可以进来陪你，是吗？不用啊，也不用。我们昨天一起洗的，
不是昨天在隔壁洗的，就是那种他在这一间，我在隔壁那一间。我们本来要那个，我们俩洗对门，然后他说不太好吧，会看见，就是那个他说会看见，我说我都是背对着洗的，怎么看见？不是大澡堂子。然后他就，然后他就进了一间，我说那我在你隔壁吧。后来没想到隔壁也还是能，也不是能看见吧。就是那一种，那一种，就是那种磨砂的玻璃，懂吧？能看到那种，他说能看到大致轮廓，也没有很轮廓的，就是能看到有个人在那，有看到有个，对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笑死。谢谢玫瑰花，笑鼠。很刺激，很刺激，真的很好笑。然后我洗完的时候，我还嘱咐他，你继续洗啊，你再洗一会儿啊，我出去先换衣服。真的，大家很搞笑。然后我们用的都是那种一次性的浴巾嘛，那一次性浴巾薄的跟什么似的，薄如蝉翼啊，天哪，古代又有这技术。我只是又菜又爱玩罢了。看看我们浴巾是吗？没啥好看的。这个厕所衣服挂哪儿啊？要出来拿，我帮你递过去呀、啊。不用了。别客气。这个厕所不是这个洗浴间。而且那还有镜子，镜子就算了，这还有电视。主打一个就是防不胜防，主打一个就是不想观看。是不是只让情侣入住啊？双人间。哎，就是一个人洗澡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在门口盯，就是我说在房间门口盯着外面不让人进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差别了，我发小卡片。那小卡片怎么了？按摩 SPA 上门服务，全程上门。不然呢？那你按一半叫你再过去店里、啊。我谁家正规小卡片来上门服务、啊？怎么没有？现在很多按摩都上门的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吧？真的吧？是吧，家人们？没有吗？不是啊，以前我们公司请的那个就是啊，对吧？以前我们公司不是有按摩的吗？啊？笑啥呀？王子说，他电梯上不去。他从哪儿？我去掉色，我去红的嘞，你看，多好！家人们，我又血红血红的了。能不能你们房间电吹风呢？我们房间电吹风在哪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边底下洗手池底下好像。那你怎么不自己编呢？哎呀，我懒吗？谢谢你，你真好，你太好了，君君哥哥，天哪，再帮我插一下就更好了。这种很少就能做到的事情，我手短，你看哪插得到，是吧？你但凡挪醒那高跟屁股一下就可以插到，好吧？提前你人好的时候到了，我可真是谢谢你，不客气。
开始吹头发了，家人们。好，吹了个刘海，我记一下。有点累，家人们。哇，十二点了，新年快乐，家人们。沉浸式吹头，没错。新年快乐，今天又是跨年的一天。我本来想说回来洗个澡就睡了的，没想到还是折腾到了现在。谢谢生日礼物，我还是想点外卖。君君哥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啥？我想再给我买凉虾。你真的很爱穿应援服。不是啊，是因为上次出门洗了。谢谢真奶的荧光棒。那天广州又下雨嘛，就没干。哦，好吧。君君哥主打一个各种各样的应援服。我跟他们说过了，我说。不是，他现在在穿那个猪猪的应援服，是猪的吗？还是我爸爸的？嗯，我爸爸的。不知道，他们离得太近了，我感觉他们应援服长得还有挺像的。不会不会。昨天按完魔咒，今天腰酸背痛。因为他按的太专业了。接应援服批发。不是啊，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发一件应援服的话，你就不用买衣服了，我就可以集齐一套睡衣神龙。后面发现丹妮根本没发。哦，对，你当睡衣用啊？对啊，不然。好吧。出去门多尴尬。哪儿尴尬了？哇，好红好红，好喜欢，你看红喽。我给 Wakes 买一个车的。他们在买啥？蛋烘糕。喂，你在买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滑出去。没说地方。嗯，可以。没有怕说些什么不能说的。快去洗啊你啊。我去见一下王子。他咋了？回不来。吹头发。他又把门关上了。一会儿又要我开门。沉浸式吹头发。明天还要早起。不是，我跟壮壮一起住。你想睡觉了，这就想睡了。晚安，考试加油，兄弟。确实，
明天一大早呢，咋就都要睡了？七月一号啦，七月快乐，家人们。应该很早很早吧，不知道。七月快乐，我要关掉。七月快乐，再讲一遍，嘿嘿，来了，笑死，他们回来了。开着电台哦。我住这个房间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我住这个房间，我开着电台哦。我哪个房间？别放下！不要让大家知道你的吓死我了！你脑子不好。我住这个房间。不是，是啊，你跟别人住。你往北哥呢？往北哥还是？我开着电台哦。没关系，我先吃了。笑死，谁来了？不是谁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王子，你是不是不要啊？我房间笑死我了。我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找你。对，二星。这是什么呀？呜！哇哦！不用点外卖了，主要靠别人带。好热闹，因为是他们的房间。啊，拿出来一点。你洗头了吗？王子，还没吃浴呢，我。对。红糖，红糖。对，我把人家房间霸占了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啊，想吃！你知道，你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太甜了。真的有点齁甜。真的，我就喜欢齁甜儿。哎呦！哎呦我去！这份是给我的吗？你吃这份吧。嗯，你会吃这一份的。好的。嗯。原来，早知他来，今日我就不来了。你在说什么话？林黛玉没看过。我这叫周迅。哇，那红毯好多人啊！嗯，它这像甜版福鼎肉片。那个谁买的好吃呢？我觉得还是我们第一天吃的那个好。嗯，我觉得这两家不多。嗯。很少。毕竟12块钱。就像我们楼下的福鼎肉片一样。嗯，伟哥给你试试。伟哥在哪个房间？隔壁呀。左边还是右边？敲敲门。它长得很像驴肉片。又吹起了头发。这火锅真没味儿。吃到后面才有味儿。我们吃了一个小时才有味儿。对，我们吃了一个小时才有味儿。哦，还是想点外卖。不辣的，对吧？一点也不辣。你去洗澡啦？那你真是不能吃辣，胡椒粉儿都咸了。
还没吹干，我已经完全不吃胡椒。可是福建人很吃胡椒，福建人吃啥都要加胡椒。那你没有洗发水呀、啊？哈，固色的你用不？一起，明天你也红啦！哦，大家一起红了。江西菜没有吃过，应该。江西菜好吃。真的，我去，我的腿不知道为什么像被人打了。上海，我带你去吃一家江西菜。好，请我吃是吧？带你吃。带我吃不就是请我吃吗？你的月工资比我高，你让我带你吃。我再请你吃别的嘛。你去我吃上海鬼帮菜。好，互请喽。不知道我这，你看我这肿了一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撞到的。我今天在那个火锅店真的吃我的脚，没有一块。痛吧？辣椒炒肉好吃的，真不错，咱们两顿饭有了。江西人能吃辣，确实好像有听说过。不是他这个。我真的很想问这个酒店的设计师在干什么。主打一个衣服潮湿。主打一个就是非得被人看是吧。情侣酒店可能他要把这个推拉门给他推开。我去，然后这个浴室直对着床。我真的这酒店，哇哇哦！君君刚拿了片纸进去，你这是毛巾，你自己毛巾，啊、拿了片纸，一次性毛巾，不是、啊，给了一双拖鞋，不给凉鞋，你那个拖鞋你是不是拿错码了呀？怎么那么小？哦、我以为我看你脚趾都脚后跟都在外边。对，他这门儿还特别不好推啦。你们的门儿好关吗？我们房间的门儿要抬起来。不是，这和我在重庆的中心有什么区别啊？不一样啊，重庆的中心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洗，他这只能一个人洗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上厕所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和重庆的中心有什么区别？没有说重庆的中心不好的意思，其实你看。重庆的中心还没有这么大一面镜子在浴室旁边呢，对吧？就这样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重庆的中心等于成都的酒店。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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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家的感觉。不，就床软一点。也就只是软一点，所以我们重庆中心不差。确实，还不错啦。挤一挤都可以两个一起。OK， 他这个门是那种玻璃门，一打一推就开的，谁懂啊？所以我刚刚特别害怕。你说如果是有那种可以反锁的门，倒是也还好。我就是往那一反锁，那我就在里边打个电话就摇人来了。这个是我在那死死抓着门把手都不敢动，谁动？为什么害怕？因为我刚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。为什么害怕？对呀、啊，推开就能进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洗澡好大声、啊！我在洗地板，你在洗澡。你怎么不关门？我在洗地板，我关什么门？好的。不知道，因为庄庄出去了两趟，所以你们懂吧？所以我不确定。你不确定啥？就是刚刚他出去了嘛，然后他第一趟出去的时候门没关好，然后他又回来，然后重新出去，我都不知道他关没关上，然后又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，就很吓人，所以我才喊你们。他出去了，他跟小鹿他们出去了。我要放一个歌，超大声。你放呗。我
咋的还害羞啊？好，我一会儿就挂。应该关好了吧，不知道，我一会儿进去检查一下。我洗澡要看电视剧，再吃一口它的凉虾。放外面啊，不然我喊你们别过来干嘛？我喊着玩啊。OK， 好，会的会的，一定锁好。头发都还没吹干，不会啊。就把手机放老高了，然后就开始看，边看边写。只要我不查，他就是没有，知道吧 ？OK， 那这样的话，我这么说的话，我开一晚上直播。这样就安全了。要是有红外线，他直播我，我们直播他们。开玩笑的哈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轮岗，好像那个呀，你们好像那个就是那种什么。别人开个直播，他的猫猫放在那，让大家帮忙看一下。OK， 成都见。好，鼻音已经挂下，不必不必，一会儿听我打呼噜。虽然我可能不打呼噜，我会讲梦话，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不好了。每人看半个小时，还分工分好了是吧？集合。我之前讲梦话就是那段时间斗地主嘛，然后就讲关于斗地主的梦话。嚯，对啊，就是会这样的。忘记了，反正就是类似于，不记得，一点也不记得了，就蛮没有逻辑的东西。直接往这，梦中就很神奇。对，梦都很没有逻辑，但你在梦里你就会觉得很有逻辑，觉得哇，好有逻辑，好有道理，我一定要记下来，第二天醒来什么玩意儿，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东西。笑死。真的啥都能梦到。他洗澡跟很一样，他洗了个 emo 澡，什么歌啊？这是，完了，我开始有点困了，困了都，我刚前面就困了，但是我好想吃东西。不行，我叫壮壮给我带。我看一下，
这个凉虾根本没几，没有几几颗，没有几头。差不多被我吃完了。谁送了啥呀？家人们，我现在头发又很红了，超红的。因为太热了，所以就吹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我在想我要点个外卖，点个那种啊，因为我要拿很多东西去剧场，所以我在想要点个那种袋子还是什么的。对，很红。我在想我要点个对帆布袋之类的那种大袋子，然后把我的配饰什么都装进去。嗯，本来说买个小箱子，但我已经太多箱子了啊，但也不是不行，因为我那个箱子我感觉才没用几次都要被弄坏了。早知道我这次来就带两个箱子了，非常后悔，当时相当后悔，谁懂啊，非常想再买一个箱子了。好的，我决定了，我一会儿就去看一看。真的很后悔，因为一个可以登机啊，一个就是那个嘛，就是要一个箱子用来登机，一个箱子托运，其实还好。因为去剧场拿一个小箱子是最方便的，不然东西太重了，箱子还能推。哎，我头发还没干，对吧？说的没有道理吧？没问题吧？行吧，家人们，我播到25就关了，然后差不多等军哥洗完澡我就回去了，然后看看有没有箱子。嗯。真麻烦。好的好的，七月快乐，家人们，刚来就结束，是你来的不是时候了，明天见。明天有握手吗？明天有合影吗？家人们，明天有合影吗？后天有合影，就是公演那天有合影是吗？和啥？就是那种握手会的合影吗？还是哪种？啥意思啊？那穿的啥呢？穿私服吗？那我思考一下穿什么私服。哦，是不是烧烤？有点想吃，你看一下嘛，你随便买一点，就是你逛到哪就买什么，不用特地去买，你就看看有什么就买什么就行了。我吃啥？我现在准备关直播了，我给你发消息好吗？因为我刚刚开了，我就没有关，我就一直在开直播。好，我关直播了，我要去找壮壮，我给他发消息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哦。